你身汗呢？我血太马太费力了。有病，我又不傻。过两天五一了，我想去看你。五一的时候我要去趟美国找林凯瑞，你来上海没用。几天啊？4天。那假期都过完了。那30号呢？那天不出差。那就当弥补，剩下我了。什么？意思就是，距离5月30号，只有一个月的意思。偷偷说反了，还不好意思。 确实啊，怎么，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？不是说出差了吗？放狗瑞鸽子了？怎么了？ 感觉你不是很开心。公司里跟陈叔吵了一架，因为工作上的事儿。陆东还在追你啊？没有没有，他现在追的是陈叔。简而言之就是，昨天我跟高冷一起去了一个酒会，然后我们听见陆东说他跟陈叔只是玩玩而已，逢场作戏，所以高冷就很生气，他就带了张俊去准备打高冷，不是打陆东，然后。 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最后还是鼻青脸肿的回来了。这个时候，陈叔就觉得高冷太冲动、太幼稚，所以我就跟陈叔吵了一架。因为我觉得高冷是为了维护他嘛。我讲清楚了。嗯。所以啊，现在高冷真的很可怜，要不然你去劝劝陈叔。我觉得你找他比我找他管用。我觉得我得先找陆东聊聊。 你找他聊什么呀？你说我跟他聊什么？我发誓，我发誓，他真的没有追我，他追的是陈叔。高冷现在真的很可怜哎。 我的世界，你却睡着。
我在公司楼下，走了。完了，都20分钟了。我一直在忙，都没看到消息，我还没跟你告别呢。下来，我还没走，停车找到你。怎么还没等啊？你不是也没回啊？那我要是一直看不到消息，你就准备误机了。只能感谢。这么喜欢我？你知道吗？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，许愿石的缩写也有两种意思。这不是 XYS， 而是……你仔细看。嘘嘘嘘，还有5天哦。上班别走神。想告诉你，我眼里最美风景就是你带笑的眼睛。嘘嘘嘘，还有3天了。想和你去无人的地方旅行，这属于我们的甜蜜。每当想起和你的无所顾忌。嘘嘘嘘，还有2天呢。嘘嘘嘘，我们这周要加班。有志说不假。怎么还没到30号呀？好想见他。5月29啦，明天就能见面。